想办法斩断魔神林氏的宿命，一切便会迎来新生。我真的回到过去了，他就是Tantaijin。他看起来很虚弱。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伤。
抽取了他的血骨。听说，原来这就是你一直不愿意告诉我的真相。现在Let's go.